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贷公司，它其实이제핀테크시장이많이발전하고있습니다위안까지성장하고제공이됩니다그래서결제를할수있고저는한5년길게는10년에서20년사이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呢带来了很多那么过去我们企业的生命周期很长有这个研发期种子期创业期成熟期생산과소비의모든과정을서비스하는것입니다크라우드펀딩이하나의대안이다可能北京的交通会好转起来也是我们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